哇，哎，这就是你从这边买回来最新型的机器人啊！没错，它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 A06，它有目前最新进的智能系统，而且它还可以帮别人煮饭、煮咖啡、洗衣服、打扫房子。最屌的是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谈心事。哇！天哪，你居然花10年继续去买一个妈妈？哎，拜托啊，不要跟我妈妈讲好不好？还有啊，麻烦王兴大哥啊，就是以后呢，麻烦你多多照顾我的 A06 啊。 好啊，如果他会煮饭又会洗衣服，我 OK。 做的还真逼真哦，好冰箱哎！你把它买回来，应该不是因为要穿做饭做菜吧？哎，不是啦，不要乱讲。你是想要雪克巴巴？哎，我说它跟目录里的 A06 根本不一样啊！我想应该是他们搞错了吧？哇！他是人呢！こんにちは。 私は東京からの松本玲子です。 这个我办公的是搞？什么？中国人？这里泰国？台湾不是泰国？台湾？No！Thailand！泰国？Taiwan！No！Thailand！日本人的英文程度真差耶！都是这样。那你？ 不要哭，好不好？我的A06，我的A06，我死了算了。你别吵了。说，你把我的 A06 怎么了？奇怪。 箱子里面应该是我订的最新型机器人 A06 啊。我大喜娃想逃到泰国去呢，所以把箱子里面机器人就丢了呢，在这边就在我的机场了呢。我的 A06， 杀人凶手！ 现在在干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乱丢垃圾啊！这个不是垃圾，这个小狗，小狗也不能乱丢啊！没有要乱丢，送人送人啊！送人就赶快拿去送。好好好，我马上送。 哎，那你刚才干嘛不早点说中文啊？先生，你很可爱呢。妈妈。
关系，你尽量吃，吃饱就好。嗯嗯，我可以吃牛柳吗？牛柳。嗯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帮你叫。等我一下啊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份牛柳？好，马上来。谢谢。OK。对了，栗子，我问你哦，其实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之前躲在箱子里面的感觉是什么？会不会智力受损，或者是脑细胞缺氧之类的？我一直在想一件事。嗯，什么事啊？我希望打开箱子的人是会救我的 Hero， 他要是。很帅，很温柔，我会很幸福呢。那你一定很失望吧？真正，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呢。嗯。干嘛？哦，哎，栗子，都是我朋友了，不用怕啊。东西带了没？带来了。谢啦。栗子，你先换上这件衣服，然后再躲到箱子里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嗯，小心。过来，哎，不是说好要讲暗号吗？哦，谁要说什么爱森斯坦是最酷的？鬼话。不是爱森斯坦，是爱因斯坦。对啊，没水准。不过你真的把他送到曼谷去了，干嘛不坐飞机比较快？有坏人要对付他，他不能公然离开啊。那藏在箱子里面行吗？嗯。和我聊到他，有道光映在你脸上，是他送的吧？戒指上把它装在箱子里，到底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吧？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慢点点，小心！这病怎么这么重啊？哇！哇！小心的，这个书啊，很重哎，你们一起搬到那边去吧。好。50公斤，要去哪？去曼谷。50公斤，去曼谷，快递，总共15000元，谢谢。15000元啊，这么贵？哎，你有多少啊？我没有，我这个月给我老爸固定哦，然后只剩下我看一下，3000。你快点。我这个月没有跟我爸妈要钱，剩1000块。行吧，加一万一，你看我有多少？哎呀，我只有6000块。我爸妈都需要这个箱子，可是没有钱进，怎么办呢？不然你们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啊？不哭了啊，他好可怜哦。那你们三个凑凑应该也有10000元吧？刚好，把这里面不要的东西拿掉，10000元可以寄45公斤的东西。